尽量好，叫泰宇，泰山的泰，宇宙的宇。而我的英文名字比较特别，就叫做 Power。自拍影片教人变有钱，马胜集团核心讲师廖泰宇因为马胜吸金案被判刑八年，如今又再度被传唤，因为他再次涉嫌吸金。廖泰宇说自己原本是口疾患者，但现在成功当讲师，脸书上经常PO出照片炫富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过去因为马胜案违反银行法判刑八年，如今又被查出涉嫌以凯利星球、以太世界等投资方案，两年不法吸金2亿元，全部加总，廖泰宇不法获利高达了141亿元，加上什么机票啦、住宿啊这些费用，大概超过300万。所以我觉得投资在这个脖子以上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。看准被害人贪图小利想致富，授课鼓吹却涉嫌诈欺，廖泰宇过去就曾经违反了银行法，求处八年有期徒刑，如今再犯恐怕将面临更高期刑。超级讲师涉嫌吸金，表面上风光炫富，看在众多被害人眼里恐怕难以接受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